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，五秒钟，六秒钟，挥，六秒钟，你的老虎还没完成，因为我刚刚说到几秒钟，十秒钟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所以我再花一秒钟把他头整形一下，然后呢，再花一秒钟把他的那个脚转过来，最后呢，再花最后十秒钟，喘口气，哦，你的老虎就完成了。你走吧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老虎是不是两个眼睛、一个鼻子、一个嘴巴？对，它也是四只脚走路，对吧？对，而且它有一条尾巴。你看，我还是老虎一模一样，有没有？哦，好了，同学，现在帮你拿老虎，帮它取一个名字。阿猫、阿狗、呆呆、小花，随便，想好了吗？小花要叫什么？黄色的老虎。蕾蕾。好，蕾蕾。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蕾蕾哦，蕾蕾是一只会变魔术的老虎。今天这个魔术不是我表演，是蕾蕾表演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先帮我拿着蕾蕾。好，蕾蕾要变什么魔术嘞？蕾蕾接下来要变一个，蕾蕾。对，蕾蕾。蕾蕾。好了，蕾蕾接下来要变一个扑克牌魔术。哦，蕾蕾，拿着蕾蕾哦，这里也是扑克牌哦，扑克牌这样子。哦。上面有很多数字，对不对？哦，有很多花色，每一张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帮我一个忙，抽一张，抽一张给大家看，给所有人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抽一张给大家看。这张给大家看，给所有人看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，给我，好了，给我。哦，记好了吗？记好了。记住了哈，记住了哈。哦，好，这是一副正常的扑克牌哦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正常的扑克牌。哦，例如说这是什么？黑桃五，对不对？哦，五。重点呢，不是给大家看。还有一个重点，要给蕾蕾看。好，我拿着蕾蕾面向他，请问他记住了吗？记住。哦，他说他记住了。好 ，OK。现在呢？我现在把这张黑桃五放到这个中间放里面去了，然后稍微的切个牌，哦，然后呢稍微的洗个牌。好，接下来呢我还需要用到一个东西哦，用到什么东西呢？我用到一个袋子。哦，接下来这样子，我还需要你要变什么魔术？要变这个？这个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哦。蕾蕾。接下来呢？这里有一个空袋子，给大家看一下哦，空的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谁是蕾蕾？哦，确认一下，是空的，没有东西。确认一下。对。好，OK。好，来，同学，现在我要把这个，我把这个扑克牌像这样子全部丢到里面去，然后接下来像这样子洗牌，在里面弄乱。哦，好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做一件事情哦。好，把你的蕾蕾借我一下，好不好？蕾蕾变你把蕾蕾的脚怎么了？OK， 现在我要把蕾蕾放到袋子里面，大家跟他说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我现在把蕾蕾放进去里面了。好，同学帮我这样子拿着袋子，两只手面向大家，好，左右摇一摇，好，上下摇一摇。你没有动物，小力一点哦。好，来。同学，其实你做的蛮好的哦。昨天我找一个同学左摇，他就这样子，哦，左摇一摇，他上下摇，他袋子都没有摇到哦。同学，佑瑞，问一下，你就说，蕾蕾找到我的牌了吗？你要问他，你要问他。蕾蕾找到我的牌了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对着袋子说话，哦，没有看一下他那样，蕾蕾说他找到了。如果没错的话，蕾蕾已经把他的牌。紧紧的夹在他的前面的脚上面，哦，可是我要事先跟大家声明一件事情，如果这个魔术失败的话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完全是蕾蕾的错，好不好？哦，好来，佑瑞，帮我一个忙，你先把袋子打开，会，帮我一个忙哦，请你直直的把那个蕾蕾抓起来，好不好？哦，慢慢的把蕾蕾抓起来，哦。哦，前脚上，你怎么摔在地上？哦，前脚上果然抓着一张牌，哦，黑桃五一模一样，哦，哇，这魔术真的吧？佑瑞，帮我拿着蕾蕾，蕾蕾是一只高级老虎嘛，那一天就是每天要大家记得吃牛排，好不好？然后中秋二日的时候，大家去公园散步，哦，那但是我。